在今天呢，来到我们第一届三剑客紫香王的 PK 赛。什么是紫香王的 PK 赛呢？在这边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纸箱，然后其中一个呢是空的，对，然后另外两个纸箱呢，里面分别有五公斤的杠片，7.5公斤的杠片在里面。等一下我们会轮流把这些纸箱呢，就是一个一个搬到这边放好，由 A 点搬到 B 点。对，然后三个都搬完之后呢，另外两位跟观众会来猜我们哪一个纸箱是空的。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一个人3分，我们用扣分制，然后我们比2 round。假设第一 round 呢，我搬完之后，你们两个都猜中了，我就扣2分，好吧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第一届三剑客紫香王 PK 赛，来吧，来喽。那我们来猜先攻好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我第三个，我第二个，第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挑战开始。挑战开始。你要是要，那你等下的策略是什么？这跟之前那个深蹲有点像嘛。就是你越轻，你就蹲得很像很重，这样感觉又很容易被猜到。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尽量三个都用一模一样的动作。因为这其实很难，就感觉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其实重的箱子你拿起来的时候，就是轻的很容易不好轻拿。你拿给观众看一下。这个是重箱子，只是重箱子。然后轻的箱子要拿得像重的箱子有点困难，就是你看不小心动到它，有动了，他们就会发现说那个是细微的晃动。怎么有？我这样看起来有重吗？看起来镜头上看是有一点重，可是你放的时候也是要很小心，因为它放的时候如果晃到的话就穿帮了。不过你给它策略怎么样？我的策略就是没有策略，靠演技啊。其实说真的，这个空的其实蛮难的，其实蛮难演的像你的东西。对，我刚才有试过，真的蛮难的，因为它太轻了。对，所以你很难去控制那个感觉，真的很难。那你现在示范一下，这个是这个纸箱的声音就出卖你，这是不是空的？对啊。是不是很难？有点难。你可能在拍的时候不能晃动到。你有看到刚才我轻轻碰到它就动了吗？对对对对，有。有吗？啊，你知道那你是不是应该每个都慢慢的？我觉得应该要这样。对，你刚刚那个起来的瞬间感觉太轻松了，你每个都一样轻松。哎呀，这个有像空的。可是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重，因为拿起来的时候，它下面还是会有一个掉下去。但他们不一定看得出来。总之，等一下你的策略是全部都要怎么样？轻轻，全部都轻轻的。对，那我知道。试试看。OK， 大哥，你想要拍的主题，你应该已经很有想法了吧？我试了一下，试过，我发现它有个技巧，空箱子就你不小心碰到它一晃，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空的，它其他的它是稳的。对，所以你在拿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能快，你不能一开始就去单手碰到它一定会滑动，所以你一定要扎稳马步，慢慢的，两只手一起碰到之后，你不能用抬的，你要用推的，推到底之后呢，然后再慢慢用脚站起来。然后第二点是放下来的时候，就你拿过来，你要放的时候，你放完之后，你不能很快的把手拿开，它会痒。就你一定要放下去，很慢很慢的放好之后，再拿开。而且你甚至放下去之后，你可以推着它动，就让它有一个很重的感觉。你有一个演技哦，那这样说起来，重的你有没有办法演得像轻的？重的，我觉得你要演轻就很，我觉得就三个都比照办就好。你的策略也是三个都一样，对。就
一样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就这样。期待你的演出。没问题。好，来啊。我懂干嘛、啊？你第一乱就要使用一个镁粉公式哦，使用禁忌之术。哎呦，这样子箱子就不能用脏啦、啊。哎呀，这哇，哎呦，非常的缓慢，非常的缓慢，看看他肌肉控制。你们觉得这里面有东西吗？我觉得这个没有东西。是吗？我觉得是蛮稳的，就是越稳的就越代表它有硬。对啊，我们要看的是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比较有机会。你说比较有机会怎样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这个。好、哦，二号纸箱也是稳稳的放、欸，演技不错，真的是蛮稳的，肌肉控制很好。第三个，看一下，他都是用这个看起来很重哦，这个看起来就很重啊。但是有可能是他演技吗？欸、他不管搬哪一个，他的三头肌都很厉害，二三头都没错。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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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但是呢，我心里是有一个底。OK， 我在看出一些端倪。是吗？你有底了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一二三一起说出自己心中的答案。好。这左边那个是一，中间那个是二，对。右边的是他搬的第一个就是一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第二层的。对，我们一起比。好。好。三二一，二号纸箱。好。再一号。我们来公布答案。好，蔡老师帮我们公布。头先的是，还是过一个，骗到我了，厉害吗？骗到一位哦。哦，这个真的很细节、就是因为他在搬其他两个纸箱的时候，他拿起来那个纸箱有往自己靠的感觉，有一个重量在。嗯，但那个纸箱他拿起来之后是往前的，对，是、哦，对，这一点点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就知道不可以太靠。这也不是说得到就能做到的，也是。那我们就换波波来试试。好。二号参赛者波波，他现在抖了。哦，他这个战术很强，因为空箱拿起来就会一直抖，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一直抖。哦，他使用这个抖抖战术来混淆我们的视觉。但这个还是很看起来很轻的、啊。没有鸡巴啦。欸、很强哎、欸。就当他在搬第一个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第一个是空的；但他搬到第二个，我会觉得第二个好像也是空的。靠啊，这个也空空的，脚把挡住了。哎、欸，你是在作弊哦？这太过分了。这个，哦，这感觉，啊，这个落下来的瞬间没做好，对不对？我心里已经有点打，我也知道。左边是一，右边是三。好来哦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波波。三二一，二号。下去，是不是？下去了。哎，波波连扣两分。但我不得不说，你的战术用得很好、嗯。但是你第三个就差你放下去那一刹那。对、啊，就落下来。那前两个，前两个还是稍微稍微看得出来。我本来是想说放下来，它有移动的话，我感觉很轻。结果它太强了，它直接停住。对，对啊，所以说这就是很难的点，就是因为空箱真的太轻了，你不能透露出心虚的神情，就我们还是会观察你的表情。换了，换了。好，来吧，下一页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啊。好，就先直接来了。先来了哦。
感觉好像有重量，感觉很像。感觉很像的，啊？啊！傻傻，你以为那有用吗？你有叫我给我奖品吗？哦，这个。这个会不会？这个是不是轻的？哎，不好说哎。哎，为什么你是看着别人？我只是觉得很好奇。这个重量感做出来，最重也才7.5。哇！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演得不错，演得不错，对啊，不错。哎，想仔细哦，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。好，好，来，来，请说出你们的答案。一二三，一，我选三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选三？因为我觉得你到后面的那个感觉有点刻意，太刻意了。对。为什么是一？因为我觉得你一的那个箱子手放开的瞬间，它的洞是比其他大。哇，你看得很细呢。啊，我就是在盯你最后，因为我抓那个最后那个放开那瞬间会很重要。对，答案是哪一个？答案是一。哦。不愧是蔡老师，哎呦！药师是不看人的眼睛，他直接看那个物理表现的。对，看物理表现。他直接抓着我手放开的那一刹那，那0.03秒，没错，那个感觉而已。哇塞！第二 round 呢，我们调整一下规则，我们调整为两个空箱，其中一个纸箱里面有5公斤，然后我们这一 round 来猜哪一个纸箱是有5公斤。我感觉这个更难。因为空箱真的很不好，因为空箱很难，你只要点到它就晃，一晃你就哦穿帮了。对，有5公斤稳的跟什么一样。对啊，只要有一点重量就不会动了。这个只要一点点，你可以知道轻，你知道一个瞬间呈现就二点零，就是有重量就好。你说有重量就好，对，不要让它太过重。哦，你说用2.5，好，那我们就用2.5，对，就是不要让它太重。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空箱碰到的感觉是这样。空箱碰到这样，但是加了2.5公斤的杠片呢，它就不会动。那我们比赛顺序调换一下，因为波波现在剩1分，所以我给你一个就是可以参考我们两个动作，让你排在第三个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两个剪刀石头，你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好。哎，我们的三剑客纸箱王 PK 赛第二 round。有我们的，还是有我们的药师先攻。我一直流手汗，所以要先涂点眉粉。我原来是手汗的部分，手汗会有点黏住。哦，黏住纸箱，然后移动。开的时候有点不是那么顺。哇，好讲究啊！超慢的姿势，装置艺术。他把每一个动作做得非常非常慢，他把它慢到像是动作像是整个停止一样，所以很难看出他有没有晃。现在就是想尽办法不让他晃动，对吧？对，现在比的是耐心跟肌肉控制能力。你要不要干脆把头塞到纸箱里？哇，
其实很难看出来哦。没地方坐了。我断了。我们这样放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放一段就好。一直放。哦。哇，这什么什么什么套路外招哦。套路哦。哇，这个眼会看得出来吗？好，那好，好，怪招、哦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个、啊。不可能。好难哦。是哪一个？我必须用三去法。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样看得出来。也许我们想的是同一个，那么大声说出来。好，三二一，三号。嗯。好，但我们是要猜有的哦。对。要是至少也有保住一分哦。来公布答案。哇！好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因为我是三去二号，我是用一跟三在猜，他要守住两分的啦。对啊，而且他二号做的真的很棒。这样要是有机会夺冠哦。有，哎呦，再来就换盖伊表现了。好。盖伊也要磨本了。两条面子。这个。快打。我看你怎么放。看我怎么放。但我自己拿的时候，我其实不知道，自己拿的时候很有感觉的，很有2.5公斤的感觉。这个哦，2.5公斤还是有点重，哦。骗啊！有什么硬汤的？我就是在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抓他们眼睛干涉的时间，他们应该差不多眼睛疲劳。没有没有。这个好重啊！然后放下去是关键。你又知道了，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很明显哦，很明显吗？很明显，很明显是第一个吧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不是啊，你应该再好好想一下哦。哎，不说，我就说到这边了。第三个，肯定是第三个。然后那你们就一二三公布答案吧。要相信自己哦。来，好，请公布你们的答案吧。三二一，答案二。好，答案是三号。耶！要是我是三号，你是怎么看到的？他手放开的时候，他是一平的，对，没有动。你又在那边看手放开，哎呦，很强呢，很强。那个只要你看空箱一定会一点点动，除非你真的放的两边两只手放开的速度一模一样，他完全没有哇，真的还蛮强的，你看我都看得出来。你看，没有，因为我知道第一个一定是空的，第一个很明显是空的。哇！哎呀，输了！哇，药师攻守兼备哦。但是我骗过波波了，有点厉害。有那么能骗啊？不是你，你骗过这个强那个老花眼的，有什么得意的？难过，给点信心嘛。我准备好了。好。你用了一个跟药师很像的战术。这个推动不知道是不是
还有一招啊，故意把整个箱子捏烂。故意把整个箱子捏烂。一个一个，然后杠片直接捏出一个杠片的形状。你这个放的有稳的感觉。哦，还是看得出来啊。哦，还是有看出来哦。小卤蛋果。这个好轻哦，这个好轻哦，真的。哎，你快把纸箱捏烂了。有，很强哎，有像哦，有像。这纸箱变纸袋了。第一个绝对是空的，跟着你们先做答案。对，先有一个答案。但我不得不说，你真的很强。这个有强吗？蛮强的。不代表说我有学习到教训。你的肌肉控制蛮好的，而且你直接把纸箱打爆，我觉得那他连震都不会震了，超大，压住嘛。好，来选出心中答案哦。好，会不会两个都猜错？我猜了，我不是这样确定。好了，三二一，三二，好，哎呦。因为我觉得你的三，因为他已经比较急躁，然后到三的时候，他放下去之后，离开的时间没那么久，太快了。因为二你很想要怕他动，所以你二是真的没有动，所以哦，我看不出来。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我眼睛问题，是我心理的问题。对，他觉得那个放开也不会怎么样，所以他就很比较快。我说第三个他离手太快了，所以这是一个破绽，急了。原来我太快放了，太快脱手了。好，没有把戏，没有把戏做满，没错，你这个也算是没演好。我居然输在这个！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第一届三剑客纸箱网 PK 赛呢，由我们的冠军蔡药师来请站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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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恭喜你，就得到我们第一届的奖品纸箱一个。一样，我们第二届就由你传承下去。第二届你再招号召人来比赛。那你可以让波波血耻一下。对，没错，我已经抓到那个 feel 了，就差那个第三个放，就是心理因素而已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想看什么样的挑战，或是你们有什么想法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